嘉义市污水系统第一期分支工网合约合作工第二标、第三标的工程，工程范围涵盖着江北里、福安里、福全里、德惠里、保兴里和重庆里。在市民配合协助之下，总共完成工网建地9800公尺，30栋大楼的接驳。嘉义市政府23号举办准工典礼，宣布最近将要超前来启动着第二期114年到119年实施计划规划，积极向中央申请经费补助，彰显嘉义市政府加速推动污水下水道建设的决心。让我们整个嘉义市的一个污水的一个建立一个指标。那我们预计我们这个案子中央也是补助了将近4亿多。那占92%来补助嘉义市，那我想嘉义市未来的污水建设，只要做得更完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都市迈向文明更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也是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里程碑。那我相信，这个案子在我们嘉义市的一个嘉义市政府的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赶快再把这个污水建设做得更好，然后让我们整个嘉义市的市民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一个生活环境。我想这个部分也非常谢谢黄市长这个期间的一个努力。好，谢谢。特别要感谢我们整个公务单位的大家的用心与规划，以跟我们的执行力。毕竟民主胜利的嘉义市，我们民众有很多意见要表达或者需要沟通的时候，我们开了多次的说明会，甚至还有的就个案还有大楼里面去沟通去协调。那也因为有这一些许多好的经验好的见证，能够给大家来做一个示范点，大家看到美好的未来更能充分的配合。所以要特别感谢在第一线上我们所有的市民，大家愿意配合。因为施工的关系，有许多在道路上的不方便，大家也都包容了，是令人感动的。当然市长亲自的莅临，给我们嘉义市府团队很大很大的鼓励，而且我想我们未来一定会朝向下一个目标，把它做一个整并，甚至更多，然后一次去完成它。我想迈向一个台湾新都心，是嘉义市民共同的期待。嘉义市政府推动污水下水道工程，早至今年10月底，全市接管户数累积达到7237户，用户接管户数3120户，提升率3.04%，成长幅度连续2冬是全国第一。嘉义市政府工务处表示，嘉义市污水系统第一期计划经费得有43亿7000万，预定到113年年底。本次公网合用户接管工程总共有9标，拢已经发包开工施作，也有信心如期如节如度完成，达成污水系统第一期计划用户接管户数15000户。用户接管普及率达到14.81%的目标。最新新闻，张定松、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阿里山林业铁路和文化资产管理处23号在林地嘉义车库园区举办台英交流启程记者会。3个 DL34 机关车将运往英国内展开的交流计划。由林务局长林华庆和前英国在台办事处处长兼威尔普兰菲尔代表麦瑞里共同挂上象征的两国合作的名牌，祝福 DL34 平安到达英国，顺利执行任务。 DL34 柴油机关车并平安声响起，也象征开启台湾和英国铁路合作的第一声和平。台湾跟英国之间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也开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我们台湾更需要未来的话，也是更需要这样的一个用文化，用各种不同的以各世界每一个国家来交流。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会具有指标性的。那会开启包含技术或者是服务或者是行销等等不同层面的这个交流。我们也相信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可以带动起台英双方对于宜产铁路有兴趣的这个广大的民众们共同的这个关注跟回响，那促进台英双方之间的民间的交流。嘉义市副市长陈秀辉代表的市长明辉到场共享盛举，期待 DL34 机关车，让更多人熟悉阿里山松纳铁路的水，也带动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坐访到阿里山的入口门户嘉义市。
嘉义市民非常的幸福啊！我们看到阿里山的小火车呢，不用跑到远远的地方，我们在生活的市区里面，街道上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小火车的行驶。那么我们这个快木小火车呢，在周末呢，现在行驶呢，也是城市呢推销我们的这个城市观光的一大的景点哦。我在各县市呢，来到嘉义市旅游，如果是一天的旅游，我必定带他们呢搭乘。那我也曾经呢看到在搭乘的时候呢，看到这个乘客呢就是这样，整个早上来回来回的在火车上面在那边享受，非常这个幸福的感觉。自从2018年，英国威尔普兰菲尔铁路提出借用台湾柴油机车交流的各项，经由林务局到英国考察洽谈，2019年确认这个各项，就比到时伫咧这个月月底将透过海运对台北港开航。参照新年礼物同款，伫咧明年1月初一会到达英国的利物浦港，以及带动双方维护技术、晋江。服务营销各方面的交流，也会带动对着卫生铁路有兴趣的台湾，还有英国的民众回乡和交流。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江义奇采访报道。第16届联合杯全国作文比赛江义区初赛，今年总计有2350位的学生参加，分作高中七组、高中3年级组、高中2年级组、高中1年级组、含国小的高年级组、中年级组等等，总共6组。成绩经过评选了后，总共有210位学生得奖，另外阁评选出学校团体奖，伫咧27号举办颁奖典礼。江义市长免费亲自到场颁奖，予得奖的学生。鼓励学生对日常生活当中来发现生活的细节，透过观察、倾听家己，搁有这个社会的声音，将文章写到更加深刻。今天呢，我在这里特别要恭喜所有得奖的孩子，也要鼓励。虽然你没有得奖，但是所有的孩子，您愿意来参与，就是每一场都是一个思考，而且让我们能力的不断的提升。我在这里也感谢所有的教育伙伴，因为有大家共同努力之下，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好。教育决定人才，人才决定未来。我们看到孩子的未来，也就是城市的未来。那我们希望透过多元能力的一个培育，让孩子能够展现自己最好最好的能量，也就是适性扬才。嘉义市的教育一直不断的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感谢所有各校的老师跟所有的家长大家的支持，孩子们加油。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强调，写作能力是提升竞争力一定要有的能力。感谢各校持续推动写作教育，鼓励囡仔参加比赛。这两冬联合杯作文比赛参赛人数拢高达2000多人，附近县市更是跨县市来参加。这届总共有210位学生得奖，各组的前5名拢会当得到奖学金，阁有奖状。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该市长免费表示，试验牧场结合传统古法和新式古法建筑，不仅在今年获得建筑原野奖和国家卓越设计奖以外，设计单位设计师陈冠凡和陈韵瑜也获得 ADA 建筑新月奖的首奖，让试验牧场成为一座实质又够亮眼的嘉义新景点。另外，这一届嘉义市长首次办理以木相关内容的专业市集，也真欢喜看到木业人才进驻，为民众介绍专业知识，让民众进一步了解木材质的特性和上新的科技。未来将会透过跨局处的整合，和英雄木材概念导入城市治理当中。未来呢，都市的景观也好，但是更重要是每一个人生活。还是生活，尤其我们现在就看到的是永续净零，新永续净零。我们10大旗舰里面有一个新永续净零，那必须把那个所有的，我再强调的是，
所有的施政作为必须要有永续的概念融入。我想文化是一个传承，听起来它是比较没有但是事实上永续的它不只是一个概念，还是必须行动，还必须落实在我们生活，落实在我们整个生活那个城市的治理当中，那最后就成为一个永续产业。该市政府文化局表示，透过活动，服务产业的经营会使推广、介绍家己的优势，并分享使用心得甲问题，同时也让大家对木业有更侪熟悉，进一步多加使用相关产品，也扩大产业能见度，朝向木都2.0的愿景。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为鼓励身心障碍朋友甲陪伴者家属做伙行出校园，该市政府日前举办110年该市身心障碍者适应体育活动，该市政府免费也特到场陪伴身心障碍朋友做伙跳暖身操，为参加的选手加油打气。其实，事实上，很多市民也感受到，那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也为我们在加油。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生命影响生命。那今天呢，这运动会其实不只是走出来而已，我们要设计一个非常精彩的活动。我看到他设计的很有趣的，像类似一戳冲天，还有极速游戏，还有惊天动地，还有地球竟然等四项的一个很有趣的趣味竞赛。我相信真的，一方面有比赛，有一点比赛的有比赛的意味，但是又彼此互相加油打气。根据不一样的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都有设计不一样的比赛方式。我想这才是让我们更多元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够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跟包容。那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推的适应体育。这一届身心障碍适应体育活动参与单位包括脊髓损伤协会、生辉协进会等10个单位，总共480位身心障碍者做伙共享盛举。现场设计四项竞赛，提供身障者进行参观活动。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活动，让身障朋友在多元强量的运动当中，找到家己的自信心。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这几年来，北横各中小和附设幼儿园共同举办稻田音乐会，来感谢农民辛苦栽种，理解是积极推动艺文教育，鼓励学校扎根艺术教育，让美学自然在学生的生活当中。29号北横稻田音乐会正式登场，该市长免费也到稻田参加，甲囡仔坐伫餐厅，作为欣赏艺文甲社区结合的成果。这音乐会结合了社区，更结合了很多的社团，尤其含咱伫咱在地，感谢伫咱北园国中国小附近的我们的很多农民提供了最好的土地跟最好的园地，让我们做音乐会。孩子一方面就在真实的环境中去体验那种满满丰收的成果，更是把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成果也跟大家分享。还有社区很多的活动，舞蹈团啦，或者我们的太极拳，种种的都可以有机会来做交流。我想这样的交流，孩子学习，社区也看到我们孩子的成果，这非常有意义。该市政府教育处表示，北横学校各项活动，让学生多元学习，为中找到成就感。而这一届课程博览会，除了年级特色主题以外，也结合在地水资源中心、该市农会等更丰富的课程元素。未来学校也继续培养学生的软实力，期待为在地出发，让学生继续享受美学。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重视棒球运动发展的该市长免费表示，该市是热爱棒球的城市，一年四季拢适合打球，而且城市充满人情味。你该市的棒球场作为富邦悍将李军训练基地，同时在领队林华伟、副领队陈金峰兼任李军总教练、首席教练郭建林的带领之下，提下2022年中华职棒大联盟李军总冠军，唔单顶现选手的生命力甲体能，也是球团用心经营努力。你该市永远作为上坚
强的后盾，期待未来再创下佳绩，祝福球队越来越好。我们今年度富邦悍将二军拿到总冠军，我想很多市民还有我们自己都觉得与有荣焉，因为在这里长期的一个训练，我们看到非常优秀，在我们林华伟林校长的领队的带领之下，还有陈金峰陈总教练，还有我们郭首席教练带着这样的训练运作，我想二军打好，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一军一定能够更棒。那我们期待都能看到一场好球，这是所有的选手用他们用他们的体力以及用他的生命力来告诉大家我们整个团队的用心。该职中教育处表示，该七里棒球场经过整修工程，提供选手良好安全竞赛环境，也让爱看比赛民众有舒适的观赛品质。希望未来透过这精彩赛事，让棒球魅力再一次在该市展现。新闻台民间的采访报道。20号上午，国际赛事会300台湾区举办健康爱家半程马拉松比赛，甲环境保护竞选活动，经将近千位民众到场共享盛举。甲市长免费也特到场致意。市长免费表示，感谢国际赛事会用心举办活动，让大家在周休假期都会使出门运动。而这届马拉松也经过蓝潭水库，让民众伫走的同时，也会使欣赏家市的美丽。也欢迎在比赛结束之后，继续留在该区享受美食、人文和艺术。这不只是一个健康爱家的半马的一个活动，更重要的还有进山的活动。我觉得这对于环境保护、永续的经营很重要。自己健康了，大地更要健康。所以也用这样来，我们狮子会300绿湾区在狮总监的领导之下，真的。我想我们这几天常常见面啊，很多的活动总是令人感动。那这些活动呢，就是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把所有的人凝聚在一起。举办活动的国际赛组会300台湾区表示，健康爱家半程马拉松分作半马组、挑战组、甲热火组、健走组，沿途经过各市各景点，在回到起点完成比赛。今天组是结合运动甲竞选活动，在提倡民众运动的同时，也将环保意识推广给更多民众了解。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该市是一个重视食安的城市，为何每一位游客甲市民在该市会使食了安心？该市政府卫生局特别针对480间餐饮业者进行卫生安全辅导，而在480间业者中，有159间业者通过审核，而其中上悬营业禁止奖有57间，而优级甲良级业者分别有33间甲69间。六合由市长林明辉亲自颁奖。今年嘉义市我们辅导有480家，那其中有159家得到了验证。那里面呢，我们分级，一个是优级，一个是良级。那今年159家当中，有33家的优级，69家的良级。那在这里面，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所有店家愿意努力，而且愿意我们看到有更专业的辅导，然后评比，而且能够坚持做到我们每一个细节当中，让消费者能够更安心。那在这几年，我们又再进一步认为能够坚持到底，连续2年得到优级的话，我们就再给予金质奖。今年令人最感动的是，我们有57家的业者得到了金质奖，也就是他们不只是能够做好，而且还能够坚持。我觉得这就是嘉义市在对于我们食安大家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努力。所以我们谢谢崇仁周校长所带领邀约的我们很专业的评审委员来做一个公平公正的辅导与评审，让我们大家能够安心。所以我们如果所有的消费者，你如果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食安的一个分级，你要为我们的店家一个肯定，那大家也可以做更好的选择。你今年也特别办理餐饮食安优良店家画图比赛，好景仔时节，带领经济民众实在介意在地好店，也期待经济店家加入食安优良好店的行列，成为景仔的楷模。
该市政府卫生局表示，这一届评审是根据食品良好卫生规范 GHP 的标准，针对作业场所、人员、便所、用餐以及贩卖场所等进行卫生管理稽查。通过评审的名单，将公布在该市卫生局网站、甲食安在家的网站，让民众用餐时会使有更多安心的选择。新闻台屏该市采访报道。嘉义市长吴敏辉、嘉义鸡哥菜市场总经理谢宗桓串联五会贵宾共同告白，宣布分嘉南地区第一间设置吉普仪农业检验设备的农产品检验室正式启用，未来将透过上新上界精密的吉普仪检验技术，会当验出来的农药残留多达201种，要为新进场的农产品做上界严格的把关。包括消费大众选用的蔬果，拢会当食得安心、健康、有信心。特别要感谢农委会，我想今天罗芬署长代表农委会来到这里，这总共有1300多万的核定的预算，那由农委会补助一半，而果菜公司自己负责另一半，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做的事情，尤其为食安来做把关，来为消费者，也为我们的农民呢，辅导农民在做一些他的耕种，能够让大家更安心。食品的安全它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长期以来务实在每一个政策里面去实现的，所以我们除了卫生局啊、建设处，甚至我们的市场，希望为大家做最好的把关。嘉义鸡哥菜市场是分嘉南地区上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各地农民所采收的蔬菜水果集中运送到市场进行交易，配合政府推动食品安全管控把关机制相当重要。嘉义鸡哥菜市场提出吉普仪农药检验设备更新计划，获得农委会认可，合并补助款657万6000元，加上部分自筹款，以总计1315万的经费打造农产品检验室。这个是我们药毒所研发出来的一个检验，基本上是要来辅导农民做他农产品的那个检查，可以在还没上市前先确保我的农产品是符合生产管理的规定才上市，所以他不是研发出来要来采罚农民的，他后面有很多我们要去做的辅导措施，就像刚才市长讲的，农民要去做产销履历的生产，要去做好源头管理，有很多的生产专业的技术需要我们管理单位来辅导农民做正确的生产管理。那农粮署也一直在做产销履历的辅导，这是一个源头管理很好的措施，但是怎么样去落实，就是要有中央跟地方政府大家一起来努力。未来这个农产品检验室除了监测到果菜市场进场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量之外，为了满足各界各有机关单位的检验需求，服务对象嘛扩及到一般的消费者、营养午餐、各有团膳采购单位、超级市场、量贩店等等，来提供付费的检验服务。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璇、江义奇采访报道。江宜市建国之村将近9.3公顷的市地定位开发案，江宜市政府合资3亿5830万，要来做基础的公共工程，包括建设蓄水量大约7000立方公尺的水铺满。伫咧一号举行开工仪式典礼，江宜市长吴敏辉、立委王美惠含济济的议员共同参与动土，预计2024年12月份会当完工。因为疫情还有工料上涨，我们流标了7次，终于谢谢我们有厂商能够进驻来为我们来施作，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到我们的交通，或者我们或者一些环境，也请大家多多包容，那有任何问题可以提我们1999，我们也责成工程单位、施作单位一定要更严谨，做得更好，能够如期如职如度去完成它。那我想未来咱就当看到一个新格生活品质更加好，而且更是有土地利用价值更高的一个土地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出现，我想大家拢有一个共识，这个地方是咱伫
嘉义区一个市区里面最完整最大，因为它超过九公顷，在九公顷以上，这样的完整的土地，在嘉义区是已经市区内底无地找啊，所以我们善用它，珍惜它，好好规划它。我们期待未来它是一个新兴的商业区，也给大家带来更大的能量。那我们感谢议会的支持，感谢市民的配合，更感谢市府团队用心的规划，有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嘉义会更好。嘉义市政府表示，定位区范围包括公民路、溪民路、朝阳街、民国路和民族路所卫生的区域，但是无包括部分的私有地。基础公共工程包括整地、道路、地方堤、污水照明、交通、共同管道、景观植栽在内的八项工程。道路建设包含着拓宽既有道路，亲像新兴路将拓宽成为30米，伫咧公彩街附近开辟公园兼地方堤来加强。红红路面拆除掉透水泡面，共同供电系统的移台污水下水道的供线，景观行道就一定要种红花风铃木，阁有黄钟花。建国二村公共基础工程完工之后，将会开始配售土地。现有6地的商业区，其中有7-8户还未同意参加都市更新。将会以提供融资奖励的方式鼓励参加镀金。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政府导入民间资源政策活化，将厝龄超过60栋的闲置公务宿舍，透过以修代租的方式，每合的艺术家林美丽和黄韵宇成立美恩共学堂，阁有高修音乐研习所，伫咧高和正式甲白启用。提供上了年纪的市民，阁有对这艺文有兴趣的朋友，自我学习、回馈社会，阁有培育美学的空间。我们谢谢两位老师，集合了他家人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共创。那未来呢，有一个就美恩共学，共学堂，然后另外一位是高修研习所，那有音乐的高修研习所。我刚刚才听到故事，原来是从他小时候的漫画，黄老师小时候的漫画里面，原来高修这样的一个音乐家，希望这个音乐不是只有少数人的音乐，音乐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的音乐，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而我们的美恩，他的人事物地可以说是恩是无穷的大，都是美丽的事物，都是美丽的。我们希望这样的美好是大家共同来一起创造的。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这股力量就是在嘉义独有的，只有嘉义人愿意努力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共享而共好。美恩共学堂提供60岁至80岁以上的老大人休闲活动的空间，开设甲像、烘焙、园艺、化妆，阁有前置学习的课程，同时打造共餐食堂来回馈社会。高雄音乐研习所将提供5岁以上的囡仔到80岁行动自如的老大人，多功能的艺文空间学习，提供着音乐、戏剧、电影等等的工作课程，透过学习来提升着市民美学的感受能力。位在民国路的这两户闲置宿舍，原本是财政税务局的员工宿舍。已经荒废真侪冬，即届透过以修代租的计划受理民众提出申请，除了成为旧感觉宿舍群之外，嘉义市区第一位以修代租活化闲置空间的案例，也成为公司部门合力打造世代宜居上好的典范。最新新闻，张庭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